等，石门水库的活鱼，它的历史从多久以前开始啊？这个水库的活鱼应该要从我阿公他们从那个南部上来建石门水库开始。哦，石门水库是你阿公他们建的？就是他只是个工人而已。那当然也是帮忙，不要小小看那个小旗子，没有这个小旗子在里面帮帮忙，都，他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子。最大的工程。对，六十年前就开始。六十年。那那个时候我们在石门水库里面真的还是很多。那个时候哈，要先水库先建好，然后才慢慢的有蓄水，因为他们很多工作人员啊落脚在这个十一份这个地方，石板村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阿妈就开了一个小小的那个小吃店，刚开始只有鲤鱼，然后就是那个有人抓到鱼就拿来卖给我阿妈，我阿妈就煮给这附近的人吃，从这样开始的。对，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做红烧啦、豆瓣啊。但是现在我们每次要像在石板村这边，我也常常会带小朋友。要在这附近餐厅吃饭，你一定要收集到，比如说两家庭的人、三家庭的人，因为那个鱼一来哦，你都很大，吃不是说两个人就可以吃的。对，以前哈就是真的，鱼就越来越大，越养越大，所以就是超过了那个锅子，所以头剁下就做那个砂锅鱼，砂锅鱼，尾巴就做个糖醋鱼，就是大概中间再就变成活鱼三吃了，是这样子来的。但是我这个兄弟他很想要吃石门活鱼，然后我们只有两个人，怎么办？我总共点了一大尾，然后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因应现在的人数，就是小家庭越来越多，对，所以呢我就有改变了，就不再是两个人很麻烦就要抓一整只鱼，所以我们就会把鱼切开来，就是给你们，就是你们就点，也可以也可以有那种情侣套餐，你们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误会，我是说两个人，不要误会，对，很容易是情侣会来啊，对，不是我们，对，其实他不是我的菜。原则上我们现在就是有出少人，你也可以单点，好，那也有刚好就是两人的套餐，我们就做成小份的，然后慢慢分给大家。以前是这样子哦，你们两个人来，要等到下一个两个人来，你们一人吃半条，要凑的，要并的，一人吃半条。那我们可不可以选进来的人呢？比如说进来是两个女的，并桌，可以这样。然后两个男的不并，进来两个就这先不要并，先不要，对。那你们两位是比较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就是等到天黑都还没有找到那个适当的人选。那像两人份也可以有吃到不同的鱼就对了。有啊，我们可以哦。我们就是可以让你选择，比方说你喜欢吃的我们的招牌豆那个糖醋鱼啊、豆瓣鱼啊都可以。挑鱼咯，那我们要挑鱼吗？可以挑吗？你们可以去看看，因为如果是吃两人套餐的话就没有挑鱼。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怎么挑鱼的地方。对，可是如果可以带回家的话，那就可以去挑一只鱼整只，然后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是吃不完的，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扛一个鱼回家自己再料理。意思就是说你然后他帮我料理完，今天在这边吃的，其他帮你料理完带回家。对，蛮行，我们先去看鱼。好，先去看，好，我们这边请，我们来去一点。石门水库新建于1956年，当时有将近7000名工程人员，同时也吸引小吃店进驻。1964年，石门水库新建完成后，因为水库鱼产新鲜，活鱼肥美，位于十一份的这一排矮房子，从原本的小吃店变成替居民待客料理鲜鱼，后来更引领出吃活鱼料理与开活鱼餐厅的风潮，而这里也成为石门活鱼的发源地。这是什么鱼？烤鱼跟蜗牛。烤鱼跟蜗牛？这些都是我们石门水库来的鱼吗？是吧？不是哦，石门水库现在的鱼比较少，这样给我们贩卖的也不够我们这边吃，所以我们现在的鱼是全省各地抓来这边，可是我们有在这边用清水受养，差不多7天，所以就特别好吃。而且重点不是哪里，重点是因为他们这边保留了活鱼三吃的做法的技术，对，才吃到那个味道。对。今天我想说，我们来看看哈，有草鱼和乌溜，我们选一个乌溜好不好？草鱼跟乌溜的口感是什么？草鱼的话哈，它吃起来，我用鸡肉来形容好不好？草鱼吃起来比较像鸡胸肉，乌溜吃起来它比较滑嫩，比较像鸡腿肉。我懂你的意思。大概有这种比较有。你这个缝啊，就厉害了。你会用哦？
哇，啊，这样称起来是多重？七十九斤。你就这样做完就决定了？你要把它开称。你拿起来。那你怎么称这个？哦，他用一个平衡，然后去乘以那个。对，他可以啊，这是智慧啦。刚刚智慧。九斤哦。对。确定吗？哎哥，你有啦，有酒精的，有啦，我不知道，哦呦，有啦，有台金哦，台金哦，真的有，哇，好，那就喝了，我们可以吃，就这个吗？菜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吗？有什么因为这个部位肉做什么菜有差吗？基本上没什么差，因为还有客人说他想要尾巴吃什么肉，客人都会选。懂了，很大只哎。那一尾鱼杀完这么快，我们要问几个问题杀完了。他们手起刀落，手起刀落哎。哇，他把中间龙骨给留下来了。哦。哎，你有没有耍帅的成分在里面啊？一点，你还说一点，那也在耍帅。真的哎，那就是帅啊！杀完一条鱼了，还杀得漂漂亮亮的，处理完嘞，快了吧？这是双人套餐啊，这是升级版哦，升级版，因为我们俩最后来抓到一个女生，说要不要一起，一起并桌，对，抓老板娘并桌算是聪明的，聪明的哈。我们的基本的每次来吃啊，基本的是哪是一定有这个吗？对，这个糖醋鱼就是我们真的是最招牌的。OK， 哦，现在我们就是一只鱼哈，糖醋鱼是尾巴，然后呢，砂锅鱼头，就是头大头，然后呢剁椒，剁椒，对，好吃。OK， 很过瘾，很过瘾。对，我们先把这三个基本的吃。好啊，这个。你不是最，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跟我讲石门，石门，你忘了吗？有没有那个？到现在都来了。那我先从糖醋好不好？那当然，来，糖醋。哇，好像很好下来。我本来想要帮你一下，很好下来，一下就下来了。对，我们就是想说把这个鱼皮卷在。真的很好哎，这糖醋就对了，糖醋要有一点呛的酸的。这个是用糖醋做的糖醋酱。哦，溜的，肉质真好。它不是只有说像我们鸡腿肉，它肉质其实蛮细腻的。对，它炸的这样干干的，然后其实不柴。蛮厉害哦，嫩的。但是要小心吃哦。没办法，但淡水鱼就是这样。但它是算大刺还好，已经还好啦。这我儿子自己都可以挑了，哎，好好吃哦。可以，我从小就训练他们吃鱼，在台湾。怎么能不会吃鱼？对，对不对？有吃辣吗？有，当然了。那个剁椒鱼可以试一下。对，我想吃它这个这个面头，它会有那个汁。对，特别好吃。手艺好不好？一吃剁椒就知道。哇，真香！香，它的剁椒香哎，而且剁椒要有一点酸味在，它完全香香的。哇，怎么才那么一下下可以入味啊？辣耶，对啊，有辣耶，对啊，哇，这个鱼味好哎，好哎。刚再帮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得奖菜好不好？那个斯里兰得奖的菜，得奖的是金牌好店，金牌好店。你那一次是说配菜是可以吃的，所以我才做这个丝瓜鱼，对对对，是不是这样子又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我们吃起来觉得很好吃很顺，它整体感是蛤蜊丝瓜，但变成了鱼肉，
对，那个鲜甜度就增加。因为什么呢？丝瓜搭河鲜，搭海鲜，都很 perfect， 对不对？很 perfect， 对不对？你想到这道菜真是厉害，这是创意。对啊，而且这是对食材的了解。才有办法出这个味道，然后里面都可以吃。对，对，不要浪费。OK， 这样不要浪费。再来一个鱼，来一个鱼，这个好吃。哎，欧流起来好吃呢，真正好吃。好吃，好吃，好吃。而且这种做法，就是要吃新鲜，你不新鲜完全不行。而且你看这个鱼，鱼肉它是有弧度的，有没有？不是啪啪的，这就活鱼。你有时候那个鱼肉很啪很扁的，那就冷冻过了。是这样子啊，它的那个肉像那个刚刚那个剁椒鱼，那它也会卷起来，它是不是有一点那个？懂了，懂了。如果你去一家店，那家店告诉你说是活鱼，但是煮出来的鱼片是那种白白的呢。老板你来一下，这个是冷冻的哦。我这样会不太好。没有，不行，做生意本来就要童叟无欺，你是多么样的真材实料，就要告诉大家我是真材实料，对不对？那收的价钱别人也会付的甘之如饴，对吧？好好吃。哇，还有哪一个？还有哎，对，这个哈客家的酸菜鱼，你们吃吃看。哈嘎酸菜鱼啊，哈嘎，我们有酸菜鱼吧？你们吃吃看。来，现在一般的那个，谢谢哥，来一个试试看，试试看。哈嘎的，那你也检查一下你的员工做的怎么样，好不好？我好像没有吃过哈嘎酸菜鱼，真的吗？哈嘎酸菜鱼好适合吃饭，对，好适合吃饭的。它让我相信，它就在梅干扣肉的旁边，两道菜就可以吃完一整顿。可以，好吃哎。这酸菜鱼。它不是这么的重跟腻口的感觉，它有点清爽哎，清爽顺顺的，这样才好吃。那这个呢？这个这个私房菜，这个要整天的鱼才有办法炒这一盘。整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一只鱼才一个浮标啊，一标啊，一标。那你要炒这一盘，那个可能要十几只才有办法炒到这一盘。我跟你讲，一只鱼的浮标 ，Junior 专门干这种事。你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鳖，鳖的圣灵，哎呦来了，是麻油是鳖火，你可以自己吃看看。它里面有很多对哎，对对。我以为它就是几颗给它尝一尝而已，结果你来鬼用话呀。假胖吗？假胖。反正是靠近生殖器的都是辅助都是。这个来，再给你一点。香香对对，满泥富贵，好，好给你们来一些哈，它脆脆的，对啊，脆脆很有嚼劲，好吃啊，这是私房菜，如果来的话，没有认识老板娘点不到，是，吃起来好像泡丢哦，哇，好好吃哦，这边真的很棒，喜欢，舒服舒服舒服，你看，谢谢来桃园，喜欢吗？哇。我本来对这地方就有很深的情感，对，然后这次来又吃了很多我之前来没吃过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探索跟回忆的旅程，满年富贵，可不可以来一下？来啊，可平安起来。好多余温哦。等一下，阿力大哥。这刚好我们今天约的，对不对？哇，那你在这边都是在做养鱼龙虎斑？龙虎斑，台湾呢，有一半以上的龙虎斑拢是假的，拢假的，一半以上安拢假的。为什么是这摆假的水较好？还是遐水较好？伊遐较无污染，所以遐钱来哦，安刚刚是遐吃的加解乌。不可以把它卡住。等一下，我带你去抓那个龙虎斑。啊，龙虎斑，自己养的，感觉今天会很累哦。对对对，老鱼。我一起做鱼竿好啊。好啦，大娘安他来抓那个龙虎斑。好，不，先做鱼竿好。好啦。大头。好。你会使先鱼头用下。安尼切落。安尼。安一家，一家，手安背上，
哎、欸，啊，他内脏都无啊，啊，内脏安等下，就遐切起来，就是遮。遮遮是不是爱甲弄掉？哎、欸、呀，遮即摆甲伊掰掰下，就安尼。哦，掰掉。嘿、嗯。哦。嘿，安尼。哦，安等等一下就可以晒干了。不错，这是阿丽的。哎，这是我的。没啦，你也嘛太水啦。这嘛是你做的啦。啊，咱即摆就用迄个盐，安尼等下甲伊抹匀。好，来。吸管。来搭搭安，安尼，咱食搭搭安。哎，盐盐用介少呢吼。嘿，啊，咱唔免食甲迄落，因为这鱼啊本身海伫海水就咸咸啊，都咸啊。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爱烹偌久啊？差不多一两点钟就会使啊。一两点钟就会。嘿嘿。哦。因为咱那一个风有无？感觉真个风，咱看下就安尼。好 ，OK。嘿，啊，即摆咱就该起来。挂掉。嗯。掉掉。你台语是等于学一下，那才好。安就会使啊，安尼就会使。嘿嘿嘿。好，安来要调动。等下他起来遐调安尼。哦。嘿嘿嘿。好，好，好。行。嘿，安现在来钓那个番蚝啊，刚刚我们处理好了。这样就好了。嘿，这样钓着。哎呦，干袂落去。没。哎，有做料有喝水、欸。你看哦，它这个已经有鱼油了。你看，还有鱼油啊。哦，刚才真赞的，这在加呗。哎呀呀呀！鱼油。甘甘滴滴。甘甘滴滴。嘿。好吃嘞，礼拜。小时候晒鱼干是为着爱保存。嘿，啊，都主要按讲的，较早鱼无，我若讲迄阵的时代有无，较无啥资源。哦。啊，就讲的，你会使做这吼、個，安尼会使干，你坐啊，安尼快去等下，你讲去应该好。嘿啊。好，两点钟再来。两点钟安遐来收安就好啊。好，啊，阮即摆来抓龙虎斑。嘿啊，嘿啊，嘿啊。屏东呢是石斑鱼的养殖大县，生产的石斑呢在世界上都很有口碑的。而阿丽呢很超普的跟我们说啊，在他们的南屏半岛上面养了龙虎斑，更是台湾第一定的石斑鱼啊，吃到的人呢保证老定就老卡，阿不就阿爸不信哦。他说你等等吃吃看你就知道了。这个鱼太大只了。嘿，龙虎斑，听说龙虎斑是派的哦。该派我派，叫你派有跟我比你派无？有我派，有我派。安等下来看看较知。没有。嘿，听说伊小时候就会互相咬啊。嘿，小时候伊就会相咬。为什么？因为有的伊刚刚伊食无饱，哎，阿姨就会小咬。啊？嘿，等于说我跟我弟弟以前小时候，我拿腰我就吃弟弟。不会啦，阿弟你就会小怕咧。哦，就怕。所以可以活下来都是就厉害。就厉害，因为第一性就惯咧，因为伊讲会较饱，伊食较有。哦。嘿，安尼。OK。阿姨讲会，等下阿妹阿弟阿弟讲会，伊大只。嗯。好。啊，伊也一只，伊就做王啊。哦。嘿，安尼，伊也较大只，做王。哦。啊，较细只，伊就爱当边啊当大只，食较饱。哦。啊，细只较干哩。所以讲，这个困难嘛是一个社会就对啦。嘿嘿嘿。好，来。呀。用这个。嘿，啊，用这个。你叫你来。嘿，用这个你来。啊，就看安尼运气啊，安尼。这个你不。你俩也太运气，靠运气我生意来冲啦，靠运气我家来着啊。今次呢，所以讲那是有大只入来，细只就袂来啊。嘿，对，细只就袂来。会惊。哦，愈大只愈歹。愈大只愈歹。安尼。啊，这几只有几只？加五万只。五万只。嘿。哦。哦，还是袂歹，还是超过万只。我好期待龙虎斑要安怎食。嘿，阿姨，这肉质加解乌啦。来啦，我来包。好啊，安排问题。哈哈，有了。今天的运气很好了。哎，阿姨，这样算大只吗？这样就可以了。哦，哎呀，我要看这肉是真正水的，它是软的。哎呀，我不要看肥多有够。无，你袂使练，你安尼。安尼。上次我好像跟李毅去，李毅说抓鱼好像有个方法，那就不会乱跑。哎，安尼。哎，你袂使练，伊家里哎。好喽。
龙虎斑大炮，预备！哇！也咸水都有够啦。真假够唔够？有啊有啊有啊，有来咧唔够啊？有啊有啊。哦好，行行，等下来，家己食，伊肉介球介好食。哦，好好好，行行行，你去处理，我去处理。处理好了龙虎斑呢，刚刚制作的鱼干呢也晒得差不多了。阿丽说呢，这种鱼干呢在当地呢是最好的酒配了，用炭火简单的烘烤，很快的香气呢就弥漫在空气里。天哪，快来气化麦！美味的佳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刚那个晒的鱼干，你来看来。哦只要有手啊，哎，哇，上大只，哦，上大只，拔起来来，哦，啊，分用一个安尼，你一个人就安尼，有。安尼就出，哎，啊，胖胖安尼，气味歹吧？袂歹，哎，啊，等下咱单汁太咸，加上一口饭就刚刚好。哎哦，啊，那有咱的这龙虎饭，一口饭还很咸，要两口饭。两口饭。但是他们说啊，现在他们比较注重健康，所以那个盐巴就一层而已。这是我们刚刚抓的龙虎饭，就是假啦。嘿，那你加一加吼。就是啊，他这样子蒸完之后啊，我就有印象了。去喜宴的时候，一桌如果25000的话，都就有这一道了。啊，哎，这肉解 Q 啊，解 Q， 嘿，伊个咸水都有够解 Q 安尼。嗯，好吃。啊，而且它的鱼皮上面又有胶质，你看你有没有？也有胶质盖污。那我想请问一下，像你就是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环境让你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毕业之后就想要来这边？其实我们的工作会很常需要跟地方居民去接触，甚至去采集他们的一些故事等等的。那跟他们对谈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更了解跟认识这个地方。那越发现越认识之后呢，你会更喜欢这个地方。对，真的，你越深入越挖，你会发现台湾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我们有很大的城市，但是我们有很淳朴的乡村，它就是一本很扎实的一本地方史书。按赞、追踪，还有。分享，记得按赞、分享、追踪，还有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哦。